了咱们吧。吃了你倒有三分可能。这时候还分你我，吃了我你也是下酒菜。哎呀老大，去的话就暴露了，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这些。你先走，我来对付他们。谁开的枪？你看见了吗？可能是生事由多事的人吧。老大好枪法。老大，咱们还是撤吧，要是被余寨主发现是咱们在做局，以后就没戏唱了。也好，反正那些野人都已经死了，等等应该不会有危险了。竟然还有其他灵族。